汕头就是美食之都。哦，凌晨四点醒了，想吃，受不了了，飞来了。我们是专门为吃来汕头的，你就得吃。咋冷咋辣，咋辣也有水，干硬会板正。潮汕主要生腌，神职向往。这家店老字号了，人山人海，都是需要排队。他周末一排队，我就没过来。新北，鲤虾，生腌鲤虾，带膏的蟹。一点不同的品种口感不一样，就那个蟹肉上要有这个东西，它是有一种冰淇淋的，像果冻一样。你想嚼一下，它就溜下去了。好吃，上瘾。生腌是快乐的毒药。你看是不是都吃完了？冻丝白粥好吃。很毒药啊，吃了会上瘾。我叫陈开雄。我真爱跑，从摆摊到现在算起来差不多将近20年了，值得都是我三兄弟做在多做。哦，就是啊。我主要负责的就是采购甲市场。全部都要新鲜啊，食材全部都要新鲜啊，做生意全食材都要新鲜才行啊。清洗完了，接下来就是把这螃蟹还有这个皮皮虾撒上海盐，可以使这个肉质比较鲜美，还有起到这个杀菌的作用。然后我接下来就是要内生腌的料了，还有我自己的秘制的酱汁。我自己的秘制做法就是偏传统，现在很少人有我这种做。好了，那两地晚来是因为大家有分工是吗？是啊。分工就是我早来嘛，早来然后要负责采购啊，是啊，我们就可以睡懒觉。所以你每天都睡懒觉？那谁不睡懒觉是吧？我把这个生腌酱再一样一样来淋上去，这样我就差不多可以开店营业了。蟹的膏确实很香，它会刺激你整个舌面的所有的味蕾，你都会觉得哎，布满了那个香气。觉得虾肉的绵密的口感还是有保留的。肯定是皮皮虾，我每次都会点，又嫩又鲜，蘸上这个酱汁，就你一口下去可以有七八种、十几种味道。生腌是冷的，然后这个粥是热的嘛，他们就混合在一起，这个味道就非常。这个一定要是叫红肉米，非常可口，特别的鲜，特别的嫩。用它来拌白粥的话，我感觉可以一下子吃两碗粥。
红豆米这个东西就在我们潮汕这边比较传统的喝粥的必点的一道菜吧。然后再灌入海米、红豆米，它就是一种小贝壳啊。完了再下一点点那个蚝油，然后这样就炒完了。啊，它本身熟了，然后配料把它搅拌均匀就行了。在我们潮汕这边家常的很多人也有做这道菜。哥，你们三兄弟具体在店里边是怎么分工的？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说特别分工的，像老大就比较早到店，我就晚一点，谁先来就谁先走。干几个？几个好干？有没？两头个冲水。刚才那天天天两条条麻油来，麻油你看那挖到硬只咩？哦，来来，小我看过来。怎么说呢？长兄为父吧。他主要是大部分都是还是由他做主吧。对的，这个。罗头菜，罗头菜，两千万叫完，两千万叫完。罗头菜吃完。我们潮汕人办厂也好，做生意开店面也好，都是第一想到的都会是兄弟姐妹这样子。那叫罗来，什么也错，乖不？那当然是罗家可以可以。觉得三兄弟能待在一个店里面一起做一件。一家子的事业吧，我觉得也挺好的。那一粒两扒给没聊的，那大哥一粒两扒来。快了吗？来我看。在我们潮汕这边，很多个家庭都是一般都是结完婚就分家了，结完婚就分家了，都是这样子的。但是你家不是？现在还没有，因为我还没成家。肯定会替他焦着急了，就是希望他能。一心想着赶快找个对象结婚了，成家了。我随缘就好，我随缘就好，随缘就好，真的随缘就好。要不要再见？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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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前两年我老二一直想着三兄弟嘛，不能一直捆在一家店。他说他想出去闯一下，他点了再点了一个这个，还有一个蟹嘛啊。但是怎么说呢，做像我们这样的几兄弟经常在一起也是不行的，是吧？树大要分叉嘛，肯定要分家的啊，这早晚的事。那你想分家吗？我不太想啊，不太想嘛。像我有一种情节，都是大家都在一起，三兄弟都在一起。下班了，那我这里收一下吧。这里我先等啊，那等下伊上过去回落来，你该帮个补钱哦。我等下要去两点外海站嘞，来去市场个小路买。好。喝满足现在个状态，就是那一家人都经营一间铺，同家人能做一个三兄弟也是在心下力个奋斗。成都人爱耍，口头禅就是一三不休息，二四六放假，星期天正耍，出了太阳相当于多放个假。但是呢，成都人就是爱动脑，得节约耍的。那个麻辣烫呢，就是成都的市民为了增加点收入，开一些菜，在店里面
改变吧。麻辣烫，一个堪称完美。它不仅仅带来味道的想象，甚至可以带来口腔的刺激。我有钱的就叫麻辣。同志，火锅是油煮出来的，麻辣烫是以水烫为主。没有那个火锅的那个油味重。你不能形容这个味道是辣还是麻，它就是一种习惯。事实上，麻、辣、烫，严格来说都不是味道，而是三叉神经感觉。我们现在就是四种辣椒，从一星到四星 ，one two three four， 再到一哈到海椒都是越炒越金黄，海椒皮皮是越炒越亮。辣来自辣椒，中国辣椒品种繁多，不同风味的辣椒在四川人手中总是充满变化与组合。把生命在搏财富，可以吧？你说我叫你们戴口罩的吗？整个这儿。一片儿，包括这附近20米，都是这个味道。麻辣烫中的麻来自花椒，采购优质的花椒在成都并不难。最喜欢的嘛就是麻辣噻。麻辣是一体的，咱们四川人来说是辣椒、花椒几十吨、上百吨吧。一年几十万斤嘛，辣椒、花椒10万斤左右吧，就几千吨吧。哎，你们老几了？啊，把我花椒咬下来噻！来上一颗，上一颗马上就麻烦。你看嘛，哇哈，一颗就麻烦了。被麻得好多斤啊！这个蒜看着就很舒服。对，它的红量比较匀。红紫红紫的。花椒，中国古老的香料，红花椒香气扑鼻，青花椒麻味四溢，它们互为连通，构建出现代川味体系的混合。麻与香蕴藏在花椒表皮的油包中，在高温下极易挥发，控制好温度与时间才能寻得完美的口味。花椒倒下去以后就要开始关火了，然后开始和它一两个月，就是等它充分发挥到油里面，它就均衡了，它就不会越煮越辣或者是越煮越麻。泡茶是用泡水，家就成都最早做这个的。80年代的时候，材料是比较贵的，所以说成都人他就创立麻辣烫的时候，就用这个香水和草料融会贯通了我们麻辣烫的根基。它主要降低了油料的使用，让水的香味更柔和。上面是油，下面是水，而且最好是用香料水。秘密不出来了。花椒深加工时会剔除大部分连接椒果的梗，老向给了他一个新的使命。由于成品花椒麻味渗透力极强，直接加入香料水会侵蚀其他香料的风味，而花椒梗更多的是花椒树和果实的清香。老向充满想象力的利用这点，让花椒梗在香料水中成了链接风味的树。经由香料水的互通，麻与辣的风味开始柔和，辣味脱胎换骨，褪去令人不适的倔强，麻味延展其中，紧紧包裹，二者浑然天成，再无法。润色食材在一麻一辣中烫出风格，烫出神采，唇舌之上微弱的麻痹感让人忽视掉辣的尖锐。食材被醇厚的汁水包裹，多变的牙感中交错着味道的细枝末节，口舌间的欲望得到前所未有的满足。麻一点的不叫特别辣，叫香。太麻了呢，再苦麻得刚刚好的时候，一炒就香，而且去湿。像火锅哈，量还能少了哈，你吃吧，品种。这个串串我扔来，我吃了品种啊，学校门口的。哎，对对对对对。一包麻辣烫的热气
勾勒出市井的烟火。善于思考的厨师们也用这种风味一笔一画写出川渝的肌理。和辣椒一样，花椒在炕制后香味也会大幅激发，有时甚至只用在成菜的关键时加入，就能成就经久不衰的风味。正如最后一撮花椒面成就了麻婆豆腐的百年传奇。有时和辣椒一道舔食刀口的锋利，历经热油的洗礼，唤醒食材沉睡的香气。有时看似忽冷忽热，却神奇地改变了食物的肌理与味道。由更现代的方式萃取的花椒精油，可以叫人感受到一种出神的幻觉。麻辣随处都在，它足够热烈，也足够包容，它可以料理江河湖海，也可以包裹市井小吃，令所有人流连忘返。龙一川，太好吃了！麻辣味最小，这种辣子可以让人更兴奋一点，特别过瘾。后半夜的鱼鳞，多数人已经进入梦乡，但麻辣此时往往与街头朋友连累出现，意犹未尽的宵夜人却像白絮的羊蹄垫聚集，那种啃食的动作与麻辣的口感，几乎是深夜的一种召唤。大家过来坐啊，来，小辣的牙签，牙牙的猪蹄啊，来份蹄子。好嘞，让初食的脚感自豪蔓延席间，是榆林宵夜人深夜的仪式。牙签来嘞。喝酒吃不饱，喝完酒来吃羊蹄非常爽了。在最早时候，我一个人吃过30个羊蹄。慢慢慢，越麻越好，越辣越香。边边角角的食材难处理也难操作，然而当胶质的口感与麻辣的味道向我们招手时，身体就立刻沉迷在这一吸一嘬的乐趣中。外皮软糯，入口即化，蹄筋坚韧，富有嚼劲，没有猪蹄那样的油腻，配上陕北高原特色的酸醋汁，酸得够劲，又不忘来口大蒜的辛辣刺激，怎一个爽字了得。在做麻辣羊蹄这件事上，白旭几年前就在这条街上称霸一方。这羊蹄的价格我一直站在最高两档，我始终比他高一块，我的客户一直在追随着我，从质量、从口味，一直给大家大大的信任一块啊！好，谢谢，你接受我的诚意，特别谢谢，谢谢啊，谢谢。你看，我俩是老两家，在地摊，对不对？白左在对面开的毛师傅啊，然后我在这边卖羊蹄呢，我在那儿给你们师傅带来生意。不知人何事，十里八方才好名声。黄土高原纵横交错的沟壑，练出了山羊强健的体魄和鲜美肉质。陕北人早就将吃羊的天赋点满。现在今儿老人还有多少人不到来了？还有300多没到呗。
陕北生羊蹄的去毛处理不同于传统的火烧方式，而是直接用电焊喷枪，一瞬间让羊蹄表面去毛并锁住水分。这些脏东西得清理干净，这骨髓打开以后，这个汤更容易的入味以后，烤的过程中还可以把这个水分吸出来。烹饪羊蹄这类食材，想要彻底去除异味，调料的运作是关键。大几种调料都是以泽虾而来，白胡椒粉、花虾的都用鱼肉，地角又称白虾草。我们遇到黄山这一块啊，地角是长得遍地都是。这个蟹椒独用于我们山西，杏仁蟹椒，色泽非常鲜艳，而且这个香味很浓。蜻蜓紧邻秦岭，这条分割中国南北的山系调节了昼夜的温差，使蜻蜓蟹椒的香气与鲜味持续积累。同四川处理辣椒的方式一样，烘焙干烤能进一步激发出更为浓郁的椒香。我用我烤好的蟹椒和这个用椒，它二者它就是比例混合起来的，对碟子里吃，真的很香。梅花椒做麻辣的时候，散发的味道是很好的一个。梅花椒是对花椒形态的一种描述。在同一批收获的花椒中，梅花椒会作为精品被单独挑选出来。它的体型更为丰满圆润，因裂开的果实形似梅花而得名。饱满的体态中蕴藏着漫漫的香麻。辛辣快速渗透食材，梅花椒浓郁的椒香去除膻味，纯正的麻味又平衡了羊蹄中的油腻。小火慢炖，羊蹄中的蛋白质保持稳定，缓慢分解出氨基酸等鲜味物质。四小时后，羊蹄被冠以麻辣二字，鲜美出锅。你看，你看，排队了，人都排队了，你看吃不上。所以俗话说，吃肉咱不如啃骨头。那么啃骨头呢，咱还不如做指头。在那个年代，咱们手抓肉，大口的羊肉，在陕北我们就说啊，啃着羊蹄，最后就把这个指头嘬一下，就是一个回味到小时候的一个味道。麻与辣，一个来自神经系统的震颤感，一个是唇齿之间的痛觉，指挥着令人兴奋的多巴胺，犹如一道光芒刺破了口感的沉闷，也让滋味活色生香。他们如此所向披靡，一不小心就搅动了我们味觉深处的弦。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已经抵达宜宾武梁叶机场。梁部长呢？咱都梁部盘了，回来有州。我姓钟，我就跟那个爱开玩笑，很多就叫我面面，很多都喜欢吃燃面。燃面的特色就是干拌面。你那面就是地道的特色，又麻又辣又香。这个面馆干了30年。我们自己都五个人，大家都喊我二妹。哪里天天做和面？哪比较内向不开腔？等一下，真的我不好意思了。从我脸都整红了。我叫钟涛，后厨离开了我的味道就差一点。不爽而又不油腻那种感觉，来一口，第一天都满血复活，燃燃的。5点多一点，我最先到点做准备工作。燃面最重要的是海椒油，海椒油加点那种葱嫩膏。葱油然后泼在辣椒面上，然后加点花椒面。
宜宾的燃料都要加压菜。芽菜呢，那有一股清香味道。下面有浑然素然。浑然一般是把乳放在锅里头炒过，后来又要炒花嘛，然后加甜梅酱、鸡精、白糖，然后以后客人就差不多到点。一两的两包燃面。他名字叫水叶子面的嘛，有宽面有细的，燃面要硬面才香。我就煮个八秒钟的样子，晒干点，不然有水。一般四五秒钟拌完一碗面。一两宽喂，来住一两宽噻。隔壁的两五，一两的你就涨。两五的两，来住二两宽噻。因为它是干拌面，所以吃起来很香，宽面更筋道，然后细面更入味儿。麻麻的，香香的，又麻又烂个，又鲜，而且这一家是硬很好吃一家。整个一碗面的食料满满的，这家辣非常正宗。背靠三条江，喝酒大喝汤，这儿有七百年的宜宾燃面，喝不醉的五粮液。哦，人鱼对喽，不喝都要醉。我不喝酒。这外头有碗二两牛肉的哈。哎，你这个面都不是中国的喽，哎，世界的，哎，跑外星球的喽，二奶跑到外星球去。你就说嘛，要不我问你呢，我这吃面都说不赢。以前读了书之后，本来是没想过带脸儿的，看他们太累了，然后自己才整这些东西。现在的目标就是做大，全部整成分店，别让我老二看。他一个人开店呢，也确实肯定放心不下。社交方面他就很多不懂。顾客来了，首先一个你必须要跟你两个交谈，说说笑笑的，能够吸引顾客噻，是不是？他认为是这样，我就不觉得是，一定是口味最重要。我就喜欢那种把任何东西做好那种人，把一碗面做到完美那种人，我喜欢，我是这样的，还差得远。我就是不放心我弟弟，因为他常年在里面没有出来，所以说性格就比较内向点。我姐姐两个经常都在，也有我弟弟的嘛。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每一次就算开始。老三不忘记自己。怎么有五种方言呢？都很爱我，都很爱我，他们
绝望，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追逐的恋情歌声多嘹亮，我终于爱上用心凝望不害怕。六月，巨大的气团在海洋上空移动，风力与潮汐的综合作用让海水陷入永恒的震荡。海风送来的讯息，叶老汉总能在第一时间登晓。又到了与风浪交手的季节。将木桩在腿上捆牢，这是通往大海的仅有依靠。黄海之滨，一种小型生物在芒种前后造访，只逗留一个多月。你看这个海洋颜色的海洋，一步一黑，说变就变。我死了都是在海上，剩什么剩？脚踩高跷，手持网具，老汉年仅70，50多年的出海经验帮助他维持平衡。在原有的木桩之上延长一截，两节高跷让身体舒展一倍。海底猎物踪迹不定，跟着老行家行事才不会双手落空。两根5米多长的竹竿尾部竖紧，网口张开，以身体为支架伸出大网，网口沉降至滩底，前倾而行。肉眼不可见的水底，凭双腿感知猎物的触碰。黄海，太平洋西部最大的边缘海，因为黄河携带的泥沙，海洋为之变色。稳住腰身，顺势起网。单手抄起罩笠，刮取后倒入藤筐。毛虾，全世界年产量20多万吨，尤以中国的出产为重。盛夏，气温超过30摄氏度，毛虾体内的蛋白酶活性极强。尽快加工才能防止腐坏。盐水烧开后倒入毛虾，焯烫几秒，快速捞出，在阳光下均匀铺展，使其与空气充分接触。早在数万年前，人类就开始学习对抗时间和腐败，干燥是最原始的保存手段。
海虾脱水制成虾皮和虾干，它们含有大量氨基酸，是厨师秘而不宣的增味法宝。虾皮轻盈通透，高温煸炒，壳与肉的不同风味相互置换，丰富的蛋白质和糖类让寻常之物陡然间增色。虾干个头比虾皮稍大，泡发后文火油煎，身段变得柔软，释放出紧锁的鲜味，与蚕豆同炒，甘美与醇香一举两得。这种天然的提鲜剂与众多食材百搭，从不喧宾夺主，反而会倾囊相助。我去，我们下午就在海边玩一玩看看。我对这个说实话不是很感兴趣。不得还在东边写本，不得。反正我们家如果说我爸不弄这个东西的话，我们家里也估计，反正我是没这种兴趣了，我儿子更不可能了。你这种技艺不可能慢慢就失传了。午后，因为孙儿的到来，叶老汉有难得的安闲。晚饭素朴简单，好在有刚晒好的虾皮相佐，清香回甘的煎饼，爽烈醒神的大葱，加上虾皮奉献的浓郁鲜美，小院的岁月变得有滋有味。自然造就了食材的鲜活，自然也注定了它们的速朽。以时间对抗时间，用厚积凝固薄发，短暂脆弱的鲜美得以长久停留。通过盐的渗透作用，使食物脱水，获得与晾晒相似的干燥效果，不但保鲜，还将食物的质地和滋味彻底改变。与清新甜润的食材搭配，腌鱼以调味品和原材料的双重身份入菜，新鲜与厚味取长补短，形成天作之合。海南儋州白马井渔港的一天从子夜开始，渔船进港，买家进货，少不了一番唇枪舌剑。我是吴双倩。好了哈，又来了表还问我家后人。这是我的老婆。年轻的时候，他们都说我是吴一刀。吴一刀是？他是吴三刀，不是吴一刀。吴一刀，吴三刀，这个不算。吴一刀是大牛的。回到家，妻子动手，老吴动口。他少的菜不行，他不懂肥味，不好吃他也不吃，不管他，他不吃我要吃。夫妻俩经营的干货作坊紧挨码头，食材往来的消息老吴家总能最先拿到。年末有种海鱼因为特别的体色变成抢手货，红鳍笛鲷，色如胭脂，儋州人称之为红鱼，薄盐浅渍，加姜片香葱去腥，
高温蒸烤一刻钟，浇一勺滚烫热油，激发飘渺的香味。相比鲜吃，另一种加工手段让红鱼赢得赫赫大名。斧头快下，劈成两半，拿捏力度，运刀不伤鱼皮，将肥厚的肌肉呈半状割开。撒大量海盐，反复揉搓，使其渗入鱼肉组织。过清水，洗掉多余盐分。阳光与盐携手，干燥和腌制结合，鱼肉脱水的速度加快。某种程度上，这是不见烟火的烹调。合适的温度，喧暖的冬日阳光，酝造出老而弥新的味道。钠离子动摇和瓦解了肌肉纤维，蛋白质伸展交连，形成凝胶。冬季的晒场最为繁忙，何况还有三个孙儿的生活起居需要老两口负责。我是街旁自己的孙子。来，我中间来马上去街旁去。他真干嘛？那么脏，那脏你要问啊。没有少年你是敢出事了，还是大祸？是阿姨，阿姨会开玩笑。红色寓意着好彩头，年关一到，红鱼订单更是接二连三。切片后，与腊肠一同放入砂锅，大火烹烧。腊肠的甘甜，红鱼的温香，让米粒饱满入味。红鱼煲仔饭，裹着一腔香与热，愈贴人们的好胃口。红鱼干入馔，口感娇糯弹润。搭配肉食，丰腴和硬朗相济，肥柔与咸鲜交割，令食客一时垂涎。其长久的回味更是绵延不绝。从餐厅后厨到港口的火灶，红鱼烹饪的思路小异大同。跟我老爸爱吃鱼，他就是最爱吃鱼的。与五花肉一同烹煮，美味顷刻可得。古老的工艺伴随人们的生活，送走冬春几度，平添风韵几何。君问归期未有期，年年霜水红灯区。秋高冬雨采桑菊，小肠土豆罗非云。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群太监上青楼。太说你了。干啥子了？送外卖去了。刚哥自己骑他的那个宝马去送外卖。宝马巡航车六缸1600cc， 很酷啊。这一家从我们小的时候开到现在。
在八卦夜宵中旗舰吗？没有了，他们的这个是绝对的招牌，咬在嘴巴里面，咔嚓，爆浆，满嘴串香，兰州话怎么有点味道？气质的野仔很有脾气，很畅快，下酒神器吧？终于把我们拿捏了，我打死你们！田园欢迎你，田园非常欢迎你，田园非常非常欢迎你。韩子华欢迎你。我叫姜志刚，生姜的姜，今年49岁了。我们这个店叫田园风光。从99年开业到现在已经有23年了，我每天下午3点都会来店里面开门，做做准备工作，然后迎接我的战友们一起战斗。来了来了，哎呀，又是一大盘。现在我们就是在做小肠土豆的准备工作，这个小肠是提前准备处理过一次的了。这个土豆面上的皮子是红色的，然后里面是黄色的，它这种黄色的土豆下锅以后炸出来是外焦里嫩，非常巴适。男人吃了会越来越帅，我就发现我吃土豆吃多了，你看嘛，完全不一样。我以前长得比你们摄影师都丑，现在你看多帅。土豆切好了，我要投入到轰轰烈烈的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去哦。你打在里面，让我来炒嘛。这边混的，这边熟的。你们就两个人可能菜差不多了。老板儿，哎，来喽！红灯区有啥子意思？就在乡街的小楼上是啥子菜？老板，老板，老板，老板！哎，来喽，来喽，来喽！红辣椒炒鸡肉，粮食猪的猪蹄放在那个香菜上面，双脆和牛欢喜一起炒的时候，我们就叫死辣都要按。可以用那个猪舌，也可以用牛舌，大火爆炒出来，又辣又冲，让你要发疯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最奇特最有意思的就莫过于红灯区了，我没有吃过，我每天固定来吃的就是小肠土豆。他家的小肠土豆是必点的。老板，小肠土豆一份。马上好，稍等，马上到。首先炸土豆，它这个表面会呈现出一种橘皮的时候，你就可以捞出来，焯过水的小肠倒进去，然后现在开大火，这个时候这个已经脆了，你推它的时候它就跟你说我已经脆了，那种感觉你看，把这个倒下去，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起锅滤油，然后我们加入底油一小点，炝锅，闻到香味的时候，然后把这个倒下去，翻烤几次。放入小葱香菜，这个就是它的灵魂。翻两下就可以起锅。这样就 OK 了。小肠土豆出锅了。小肠表面是脆脆的，然后土豆表面也是脆的，但是里面是糯的，所以就比较好吃。像小肠入口的话就是脆香嘎嘣脆。看似小肠和土豆没有任何关系，双者一结合你会发现油而不腥，油而不腻。我们每次来除了点小肠土豆之外还会点点炒飞机。这个飞机其实它叫鸭舌，你看这个鸭舌的这个形状非常像战斗机，你看一架架的飞机开始进入停机场，一个个的放可以保证它的形状非常完美。现在这个飞机它基本上已经定型了，然后我们就把它控油控出来，开小火，然后重新加入新油，然后这个时候加入我们的调料，倒入飞机，加入大葱、尖椒、芹菜，翻炒，现在我们的飞机已经加好油，准备起飞。目标客人的胃。哟！
杨帅。炒飞机，它外面吃的比较酥脆，然后里面又比较韧，有比较有嚼劲那种。那不用说，满嘴串香。马哥辛苦，来，来来来，里面来坐哈。来来来，预祝双喜之星啊，顺顺利利。很多年前我就看到他停的那个宝马，我觉得特别漂亮。因为他的这辆宝马摩托车也是我们少年的时候种下了一个那个机车梦，就是因为骑着摩托车认识的，然后一个一个的就这么说串上来了。我们这次也要出行，准备到川西，然后跑到西藏那边再绕一圈回来。我想去，我先跟他们一起去，但是走不了，那么多人等着我。没办法，人长得太帅。好嘞好嘞，来两单，面筋两串，下头坐的飞机十一号，山芋果五串，黄瓜五串。来，同志们，手掌176，收170，速度非常快，姿势还非常帅。他的摩托车永远是我们这帮人最多的，他有车是最多的，但他骑可能骑的最少。他不是不爱好，他是爱，但是他没有时间去骑。他有一种责任，他也一定要把这个店经营好。停了这台1600这台车，到现在骑了9年了，才骑了12000公里。好，有时候客人有要求，他说：“哎，骑个宝马摩托车送一趟，我们看一下噻。”我们也会这样做。买了第一台宝马的时候，就为了到西藏，但是只跑了一半，只跑到了西昌，就不是说距离上的一半，只是两个字，跑了一个西，还有个藏没跑。等到生意再好一点吧，再努力一点吧，西藏永远在那个地方等着我呢。他本来应该是一个骑士，本来应该是骑着烈马，哦，在大漠上狂奔的这种侠客，结果他落入红尘当中，做着烧烤，一个开馆子的侠客。这老子我安逸了，喝两杯。哎哥，您那么多车，没机会跟他们出去玩，会觉得可惜吗？不存在。就是每个人的幸福理解它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我觉得我现在我就很幸福啊，不影响啊。比如说我们的摩友就说的，哎呀，老姜不会生活，你看在这儿收个摊摊儿，它不一样，对不对？像赵本山说的，我们两个都拉肚子，你蹲着，我站着，你就比我幸福，对不对？其实幸福本来就那么简单的一个东西。再喝一杯，好好犒劳一下自己。明天继续吃酱油哟。人生苦短，必须心甘呐。活着的每一天，对自己好一点。要一个不辣的，要一个干的啊。贵阳的街头小吃选用的食材大多朴素，口味的较量在于复杂多变的调味。在众多香料与配料当中，辣椒是灵魂所在。还有蒜香。杨小川和杨雪梅兄妹俩在贵阳打拼多年，他们性格大不相同，美食是共同的爱好。雪梅的性格是属于比较温柔的这种，和我的话完全是两码子。他性格对他事业就很严谨吧，反正我不太喜欢跟他聊工作，一聊工作他就很严肃的那种。把那个料的话该补的补上。六年前，兄妹俩开始联手制作一种贵州人喜爱的酸辣食物——酸汤牛肉。师生开始，王老师，师生会干。如果从一块牛身上的话。真正能够适合做酸汤的部分的话，实际上只有30%。早上，兄妹俩各自忙碌，
哥哥小川负责供应新鲜牛肉，妹妹雪梅调制酸汤。嗯，他的酸汤啊，本身就有一种挺补充的感觉。像贵州它分白酸和红酸嘛，我们家就是白酸红酸加在一起，发酵好了之后就成了那个米酸。在中国广阔的食辣版图上，贵州人炮制辣味的灵感最多，能够驾驭的味型也最丰富。一锅鲜汤要在清新中带着浓郁，刺激后又鲜甜，回味还有勾人口水的爽辣，多层次的味觉享受来自多种食材的发酵与融合。这个番茄就是我们贵州本地的土番茄，它的酸度就没得我们本地的那种毛辣果。毛辣果呢，现在是没得，因为它的季节在七月份左右。大西红柿已经发酵好了，味道酸中带甜。毛辣果是贵州独有的野生小西红柿，酸度极高。发酵后的汁水丰盈，极致爽口。这些经过了长时间发酵的鲜椒是做红酸必不可少的食材。哇，这酸味也好香哦。它是贵州特有的辣味调料，糟辣椒。现在这天气冷了，你就要吃这个酸。人家说的贵州是三天不吃酸，走路打串串。三种味道鲜明的发酵食材混合在一起，打碎后得到的汁液就是生红酸。我们家的红酸里面有个特点，就是说你喝第一口下去是酸，但是回味它有点辣，它不辣喉咙，它是那种回辣，然后就是那种香，但还有一点点微甜的那种感觉。想要达到入口微酸，回味香辣，余味还有淡淡的甜，需要进一步调制。红酸投入热油里沸腾洗礼，熬制15分钟后，开坛时那股生辣生酸的刺激气味就已经消散。后厨按照雪梅的要求，用白酸做底，加入猪骨高汤增添汁香。最后倒入凉透的熟红酸酱混合，此刻酸汤牛肉的底汤才算完成。小桌现在排着的有七桌，配菜垫底，加入一勺生红酸，再加入一大勺调制好的红酸汤，锅底即可上桌。因为酸汤它本身它就会让肉的话会变嫩，这牛花垫因为它里面带筋，它是吃起来有点嚼劲。牛头皮因为它吃起来它比较糯。带皮牛肉是贵州特色，微微烫底，口感脆韧有弹劲。吊龙，牛身上最嫩的部位，一放一捞，鲜嫩可口。牛鞭花，煮熟后带有淡雅的奶香。一头牛在杨小川的店中被分出近20多个部，
投入滚沸的汤底，片刻捞出，就能浸染上辛辣酸爽。比如说像它的牛腩肉啊、里脊啊、梅子肉啊，这些都是比较好的部位，肉质感比较嫩，有 Q 弹。你觉得牛杂会好吃，味道要醇厚一些。对于我们贵州人来讲，它基本上就是，里面的辣度属于微微辣，所以我们会搭配我们一个蘸碟，会让它的辣度更强一点。小尖椒、折耳根，然后还有香菜、烧辣椒、胡辣椒，全部是辣椒在里面。就香嘛，酸酸辣辣的那个牛肉，再加上酸汤，酸酸辣辣的。北京酸汤也好吃，又开胃。他特别喜欢吃酸汤，拿来泡着白米饭，然后再吃。因为贵州的天气比较潮嘛，吃辣呀、吃酸呐、啊，都是对这种潮气、人身体这种潮气有帮助的。你待在这个地方，你不吃这两样东西，那你就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待着生活。潮湿的天气让贵州人对可以祛湿散寒的酸辣情有独钟。这里多雨湿润的气候是微生物的天堂，气流在群山间徘徊，发酵是每个寻常人家都掌握的制辣秘诀。贵州人喜欢将各种食材丢入坛子里封存发酵，辣椒也不例外。制作红酸汤所用的糟辣椒，正是在这些酸坛里诞生的美味。来，快点快点，接接辣椒，接辣椒。八月，距离贵阳城不到50公里的花街村，辣椒已经成熟。这里的人们仍然用手工方式制作糟辣。十字形斩刀上下挥舞，片刻间就可处理好百余斤辣椒。这是丰收时节为了快速处理辣椒而发明的工具。跟奶奶干活了。好香，好香啊！啊，你一片我一片啊。在剁成小块的鲜椒里倒入高度白酒，增添了辣椒的芳香气味。这种朴素的手法能够延长辣椒的储存时间，让酸与辣的味道有足够时间去酝酿。哎呦，这个辣椒长都长不好。转眼半年过去了，新一年的辣椒苗开始生长。我做的糟辣椒好不好吃？好吃好吃，做的好吃你天天做。这锦鲤耳朵你不听话？有脚穿啥子？啊，哎。等等，我是感觉。做菜还是妈妈做的好吃。你等明天给我做那个。好嘞。趁着儿子回家，李丽张罗着摆一桌家宴，感谢农忙时帮忙的街坊邻居。哦，爸爸说了，人也还是挺好的，哪个都请得到，我们这也请人。我请人做事情，请到哪个都肯帮忙。李丽算着日子，半年前发酵的糟辣椒应该到了美味的时刻。香啊香啊！
味道又脆了，又酸了。鲜红的色泽发出辣味信号，带着弥散的酸香，闻一闻就食欲大开。贵州厨娘手艺的高下，就看这坛糟辣椒的味道好不好。长达半年的发酵，让乳酸菌活跃的酸爽与辣椒的辛香合二为一。浓郁的糟辣椒可以横扫一切食材，无论肥美的回锅肉还是家常炒蛋，有了酸辣的加持，定能让客人们满意。贵州降水丰富，水系发达，淡水鱼是家庭食谱里常见的主料。离家时儿子总念叨的那道菜肴，正是母亲烧的糟辣鱼。要回来的鱼基本上每次都是妈妈做，然后我就负责杀鱼了。高温油炸后，鱼皮迅速脱干水分，变得酥脆。热油里快速翻炒，滋啦作响的爆香中，每一粒糟辣椒都被热油包裹，脆香变得浓郁诱人。最后放入润滑的淀粉水，慢慢熬煮。此刻微稠的芡汁裹挟着细碎辣椒，色泽亮丽，附着在焦脆的鱼身，还未入口已经垂涎欲滴。香的鱼，反正就是好吃。烧腊鱼妈妈做的，比如有时候出去工作的时候啊，都会想妈妈的味道。做好以后就酸了，酸了很好吃。反正我们炒菜都喜欢放糟辣椒的。做辣椒，你看脆嘣嘣的，吃起又好吃。做鱼又好，反正又酸又脆又辣。巴适的很。好，好吃，安逸。没有辣椒吃饭肯定没味道，辣椒对贵州人的这个口味属于一个从小的一个记忆吧，贵州无辣不欢嘛。酸味的出现中和了原本猛烈的辣，因而在众多辣的味型中，贵州的酸辣是一种极具包容性的辣。它包容初次尝辣的人，成为很多贵州人成长记忆中的第一口辣。酸辣是贵州人味蕾上的群体记忆，但因为发酵环境的差异，贵州各处的酸辣味道尽管相似，又总有不同。这些难以被统一的细微差别，藏在自家的坛子里，成为妈妈才掌握的秘诀，组成家常的底味。他们沸腾在欢声笑语间，变成街头响亮的招牌，成就美味的口碑。两个水有啥包不然？看，两个有啥包？有啊，黑米粥。我叫李桂莲，今年50岁了。我姓董，在这里开店已经有多少年了。他也是做工程、做装修的老板们，他现在都给我打工了，是老公也是小工。油炸包希望是我们安顺的一种特色早餐。全安顺吃，辣椒最香，一吃两碗都随吃。又脆又便宜，吃了几碗还吃。
这是面糊，吃油炸包稀饭的那个面糊。一直搅，不能歇，一歇它要糊，变形了。你看我这里是贴一膏药，痛、嗯。今天化的是粉色的眼影。哦，漂亮啊，还不是漂亮。一直搅，搅到不断丝。哦，好了。把这个香味炒出来，打好的豆沙再放下去。这边还翻，翻不起，翻不硬，翻不硬就是我搅哈。哎呀，辛苦得很嘞。煤气罐你单手就能抬起来了？太累了。夸张了吧？两个油炸包一个饼是吧？油炸包起码一个包包，两个包包嘞。那你，好吧，出来。把这个稀饭酱搅在一起，很糯，然后是咸咸的，里面豆沙很那个，那个皮子很脆。好姐妹，我们都认识了几十年了。她喜欢跳舞，我跟她喜欢唱歌。她的鸳鸯我一方。表演和播音的。要上电视啊！马上，快点快点，这是你唯一的机会了。把眼睛留给风光，把稀饭当哎，把记住，把眼睛留给风光，把记住。哎呀，快走快走！求你了，走了。在这在这，拿票钱拿钱不也？12点到1点我才能够做，晚上睡觉也睡不着，每天只能保持15个小时，睡多了睡不了，腰痛，三个儿子压力很大更大，结婚读书住房，啊80块钱一节课，一周6节课，连他的生活费一个星期的话，要1400到1500吧，一个星期啊。这个不能用外野西方的钱来给他赚，给他们的心理增加压力了。嗯，再回到从前，我很想回到从前啊。回到从前好了，无忧无虑，每天可以出去玩玩玩了，吃饭没有钱了还可以给自己父母呀，那是很好的年纪啊，不用自己操心。你不记得、啊、我都爱穿这种小碎花衣服。来看看谁喜欢穿些。你看我还穿牛仔短裤。好短啊。哦。你看我每天最爱画的就是这种。这两种最喜欢画，17、18岁的时候都要去跳舞，慢三了、中三了、快三了，都是这些。这是什么东西？慢三、中三、快三？你不知道，很随意的那种，很随意的那种，就这样的啊。我们也很会跳舞，他来来来来来，我看看。
先左脚还是先右脚？你的右，我来左。好。啊哈，这样子。啊。这样子。好，转个圈。哎，对。简短说声再见，给我一点空间。我不再轻许诺言，不再为谁而把自己改变。历经烧火誓言，爱情挫折难免。凌晨两点，村民集结出发。阿明是最强壮的渔民，他在船头保命自强。大家必须赶在落潮前推船入海，开出数百米。抛下渔网，海面风平浪静，但一场紧张的狩猎正在酝酿。近岸营养物质丰富，总能吸引大量鱼群。休渔期前的最后一网，谁也说不清能有几成收获。太阳升高，鱼群开始活跃。海燕老虎要我加入的，海燕老虎要活该。海水让渔网产生三吨以上的坠力，需要二十多个渔民拖拽。五百米的网绳前端敞开，尾部丰腴，当地人叫它猪肠网。渔网的出现至少始于一万年前，正是集体的智慧使早期人类成为万物灵长。现在是收网的时刻，众人合力将网绳抬出水面，但更多猎物开始逃离大网。阿明冲进海浪，鱼群逃散的窗口期只有十几分钟。仗着过云的水性，把机会和漏网之鱼抓在手里。阿明出力最多，作为回报，他能获得两份收入。今天的收获里有女儿喜欢的炮弹鱼。炮弹鱼是当地渔民对一些小型金枪鱼族的统称，妻子拿它炖猪腩肉，吸纳猪肉的肥香，鱼的鲜味更上层楼。在专业厨师手里，一条新鲜海鱼会受到精心以待。炮弹鱼在水下游速快，有饱满的红色肌肉。木炭预烤，撒盐火炙，嫩肉呈树状裂开，脂肪产生迷人的焦香。外层烤熟，内部还保留鲜肉的水润，层次丰富的好味道
次第绽开。多吃青菜啊！多吃青菜长高高。对。付出心力，让家人获得温饱与欢笑。父亲总愿意陪孩子度过平淡时光。我酿的酒，喝不醉我自己。山谷的风，它飞着我哭泣。我愿意飞你翻过雪山。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上，水陆相接地带，时而风平浪静，时而波涛汹涌。舟山群岛在风浪和绝壁之间，有种猎取方式让人命悬一线。一旦出现风险，家人也很难相助。我叫陈玉香，今年58岁了。我在村上什么事情都干尽，最危险就是这个嘛，我不是太危险了。龟族在浙东沿海俗称佛手螺，但实际上他们是虾蟹的近亲。外壳粗糙，肌肉洁白脆韧，兼具章鱼的脆和蟹肉的鲜。龟族固着在礁石缝隙里，这是潮汐作用最剧烈的区域。阿姨们有多年的采集经验，但身处岩礁与风浪的夹缝，不能掉以轻心。成色好的龟族价格昂贵，但收益越大，风险越高。陈玉祥决定去更高处寻找机会。丈夫老何时刻关注潮水和天气的变化。礁石表面湿滑，手脚很难抓牢。没有安全装备，手套和胶鞋是唯一的保护。两个伙伴年近70，他们陆续跟进。开始涨潮，海水遇到礁石阻挡，形成狂暴的怒浪。海浪高低落差超过5米，老何有不祥的预感。我妈妈夫妇在这里，听说两人飞过不能啊。然而，猎手的本能让陈玉祥不肯罢休。要飞过不能，飞过不能。一波惊人的回头浪，今天不算顺利，好在三姐妹安然无恙。那个地方手背都背不住，那倒是有点看。他在下面，我安心一点。那垂在那里掉下去，可以游泳啊。
虽然突变的潮水中断了采集，但每个人也能有近千元的收获。我什么情况？来之不易的食材调动厨师的智慧与灵感，龟足的鲜味洁净温和，需要做足案头准备。海藻胶体加花椒、葱头和酱油熬得似凝非凝，灌入新鲜的芹菜泥，再裹一层椒麻的啫喱冻，放进石螺橄榄油浸泡，彻底冷却后，香料以比应外合之局，彰显龟足的细嫩和脆弹。回到青邦岛，陈玉香更喜欢简单直接。生姜、菜油、老酒快速爆炒，再加少量清水烧煮片刻，沾满汤汁的外壳，封住一小坨软滑小鲜肉，趁热上桌。张姐，下班了，昨晚我在睡大觉，他在叫嘞，我还去嘞。他们不去了，我自己一个人也会去。明天不是他们先去了吗？我们啊。生活向来充满风浪，但人们总愿意把信心交给明天。东西好吃，人又热情。北郊和南郊嘛，因为山脉区分开了，我们南郊主要就是美食和文化。和田地区餐饮的主题就是烤。烤肉，南坑烤肉，烤圈羊，烤鸡，烤鸽子，烤蛋，烤包子，还有沙漠烤鱼。沙漠烤鱼好像就是在沙漠里面，火在中间，鱼在四边，插在沙子里烤，看着特别香。但是现在沙漠烤鱼很少了，我们一般都是到店里吃。这烤鱼是蒜香的味道，蒜香的，蒜味特别香。就外面烤的特别焦，然后里面呢又很嫩，比较鲜嫩的，很嫩很滑，吃起来感觉口感还是不错的，就比较入味。他们鱼是现杀的，我们就在外面可以看见，每次都是五六位美女在里面一起烤，然后看着也比较养眼。那你们三个谁烤鱼烤的最好？我的，我的，我的。老三，我不厉害，还不老婆。我不知道他还真是个爱丽叔叔的店，我是觉得女儿们的存在感比爸爸强一点。这个店的位置挺偏僻的，我们是从和田市里面过来的，大约28公里左右。这里是和田地区墨鱼县张八子乡达利亚贵村的爱丽烤鱼，如果味道不好的话，我们也不会在这里吃了。味道好，所以位置不是太大问题。Hazır yani tazılar basan bedek çıkıyor yani bedek ne çürmekte hazır. Asla idap asla. Dur. Dolaylandı. Benim ismim Eli. Bu dükkanla aşık olduk 10 yıl oldu. Bizim alayıydı bedek bozsa ve samzak temeli durup. Bugün ki bedek yığıyken ben zavun otu bu. Ertekten tutamam mı akşam bu? Ertekten tutamam. Kızım, bu yakınlığına bir dakika üstüne, bir dakika öldürmesek bulamayız. Hani kaldım.
Ay. Hadi çocuğum, çocuğum. Benim üçüncü kızım bu. Bak, üretilir, hem de üretilir. Tutma bir nasıl tutma, mesela. Sizin bu nakalı suçlarını uğrat. Andiki işine ekrep, kaçakları el verip. Kaçakın adala pakızla tokandaki içini elep, toprak kılıp alınır, toprak. Maçlısı toprak iki sebebimiz var, sıra bilaklı ki. Aptan bir şey, şirindidin. Şirindidin, av. Kadı gipim tak yitirdi ki kadı. Dişi gekirip yup pakızlap. He, bulağım yaksı işlemseniz, oradan pakız yüpseniz. Pakız yumuşak olmaz mı da? He, gidip şuradan. Kırılgın da duruyor ya ara. Koy, koy. Bilekli pakız yüp tazılap olgandın ki, tavabdan besip, tayyalı olgan mazları binersine sebetmiş. Ama onun ki, samsaklı baktarı izip, anma bilekli sebetmiş. Mao zere tanışış, endi bek inçkilikli taraf kutu. Bunun zaman ikinci kızım bek inçke. Şuna zere tanışış işlerine oturancı kızım nasıl üstü yapmak. Hemen hazır. Bülüktaki derlik samsaklını izip teyarlı olmak için. Samsaklının yumuşak izilişi için hazırak yak kuyu ettim. Şimdi bizdinki bülükümüzün təminin yakşı buluşudaki birinci. Rüsküümüz hem de bu dadamdinki o yatkıl doğrularını tanışıgan kevli yavrumuz. Hem de ikinci sistem şu üzümüzdinki teyarlı olan samsıkımız. Balam samsak mı izip oldunuz mu? He izip oldum. İzip oldunuz mu? Akıdamadan işletildi. Nakul hazır ek. Aldıram. Nakul. Belok şuruş bir kıl cephalık. Ben bunu çok kızımı tapşırıldım. Çok kızım temkin. Al da bilen tuz sepetimiz. Ondaki tuz sepet olandaki yağlay. Muşun çilek vakti gelgen cevapta al da kendini yağlaymış. Dadanın konuda Selam, vakti değil, tüz öğretiyor oğlan bırak. Şunlar bizden kesildiğinde tüz öğretsen oldu, tüz öğretsen oldu da kısım şuraya attı. Malum bunda çadır olsun, bulan köp gütü. Da kuytu. Şimdi aldı kendini yağlayıp, otu içki mutlu tarafını kaplayıp doğan değil mi? Açık su süp etmez. Kırıkın yok kalış için süp etmez. Açık su süp doğan değil mi? Samsak süp etmez. Hem kızı tutan dersi birinci de muş samsak boğalı için aldık aynı geceyi süpürmüş. Aldık aynı şıkkın tarafını kaplap boğandık için man da koymuş. Öyle. Manlı as tarafı da azra kaplı atmandık için azak. Şimdi tamak geldi. This is how you may be a little cousin of a gun, have bought you the you the none the gadget. You the none, have your rover. Woman, her dear, my best, leave Kananda. Wouldn't she call you or she call you? Those are paid in 热囊裹上这种油香就会特别的好吃，就又有肉又有碳水，然后吃起来很满足。我们经常来，就认识，算认识了。之前是没怎么注意过叔叔吧？我们每次来，经常见得多的就是他老婆和他的三个女儿在烤鱼。
Kursama da siyarenler paraydı. Örgülüp oyna, ile leyle halla. Açıp yılıp oyna, ile leyle halla. Әмді шу, бір қыл көңіліміз ерім. Мандадан бұ дүниядік әң мейірбан, әң яқшы әдәм. Бұл тат заман бәк әмірақты, ма той қоған некен машинеді бейін әппәді маға. Дейден, әм әмідің мағады тұтыс жиністі болса, әмідің бәк өзі бәқтілік сұқты, әм бейхәттәй сұқты. Әнді атаңы бағушы әнді балалағанды бүй өмір әмір абылап болды болмайды. Балаларымыздан өзінің бір қылысы іштетіп, өзім әжір құтмайынан үйгеткенде, бір яқшымда бір күн көйесе, етқан өміттемді. Әмі бәш баламға бағын көз қарышым, қыз балам ақшаш, ұға балам ақшаш, өз алдыға бір медағы бір. Ана оқшамыды тамақ. Қайшына бұдықты. Біздің ана машинаға немек тұрмышымызға бай үттік әдемін бір иран қатымды. Бұлақыма аялым білен бәк инақы жыл. Бір әк басын білдіп маған қарап қалды демей бұна. Ауыныңа қалды, келіңіз ақшамыны. Айтан ақшамыны. Әнді бұл қызырымның мазы күлісінің айлысы ба. Бұның мұдыр бейді болса, енді бізінің үзімнің айлысы дай, бәқтілік бір өз алдығымын да бір. Шәкі, лағау 即将 进入 转色 期. Ван Чоу平 要 在 лағау 变红 前 先 采摘 一 部分. 油滤变红之前的辣椒是青苹果及咖啡的香气最浓郁的时候。晾晒，原始的食材处理方式，往往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白天水分蒸发，夜晚缓慢回水，如此往复三天。 褪去植物色素，辣椒神奇般变得通体洁净透明，这在湖南被形象地称为“白辣椒”。丰腴的腊肉是白辣椒搭配的首选。高温下，油脂充分浸润辣椒。白辣椒由于晾晒时间短。 口感介于脆与韧之间，这让它有了肉筋般的嚼劲，是一家人最受欢迎的下饭菜。祝你天天开心，笑口常开，南面百岁，哎，谢谢，万事如意。<笑>辣椒在湖南能变换出无数种。 料理辣椒的本事，正见君狠实在。他认为手工制作可以保证独有的风味，而辣椒蒂会让成品味道变浓，需要自己摘出。朝天椒油滤转红后，饴糖的含量达到顶点。 果肉中充满鲜花的香味，恰到好处的粉碎能充分释放辣椒的香气。剁椒既是动词，也是名词，更是湖南味道的形容词。相比白辣椒。
剁椒有着更富裕多变的香型及辣度，这让它更受宠爱。传统的湖南剁椒是加入盐就能在渗透压的作用下轻微脱水，口感更为丰富。从今夜开始，乳酸菌不断代谢辣椒中的糖分，构建出奇妙的风味。此后的15天内，每一天的味道都不尽相同。郑建军的剁椒在街面上很受欢迎，口感微酸爽脆，辣味连绵，加拌咸菜足以让平庸的一餐不同凡响。我妈妈会做，虽然说她是在网上自学的，但是没有她家做的好。希望我妈妈不要打我。就我每天在外地上学，开学之前会买一瓶这种东西去学校吃，就很下饭那种感觉。这个真的是 YYDS。这是剁椒在湖南朴素的吃法，稍加功夫，风云突变。辣味，剁椒的绝佳搭配。果木熏制的辣鸭风味醇厚，油香丰腴。斩断后，用一种独特的烹饪技巧搭配剁椒，杂糅两种美味。蒸菜，浏阳传统的烹饪方式，不需要动辄几百度的油温，蒸汽就能持续锁住食材汁水，让肉质充分软化。第二遍蒸制时，剁椒登场，搭配浏阳豆豉包裹菜叶。高温下，剁椒中风味物质的出风时间集中在前30分钟，时间的把握尤为重要。好的好的，三三。辣鸭咸鲜的口感搭配剁椒的鲜辣味道，辣中渗透着微微的酸，交织成复合的风味，越嚼越香。湖南人不吃辣了，算什么湖南人了，是吧？没辣椒我就吃不下饭，家里冰箱里面几乎半冰箱都是剁椒。有人吃辣椒吗？几年级了？三年级了。三年级就不能吃辣呀？湖南人嘛。辣椒不但变换着自己的样子，也改变着一个城市的肌理与味觉记忆。在800公里之外的贵州，它不仅更富于变化，也更加深刻地参与着当地性格与文化的构建。贵州，中国有史可考最早食用辣椒的地区，直到今天，贵州人依然嗜辣如命，花样迭出。感觉好像从记忆当中开始就一直在吃辣。你们四五岁吧，五六岁吧，零岁呀、啊。早上开始，这个辣椒我们就开始伴随着我们早餐，然后中餐、晚餐都有。我的理解就是，你不吃辣椒，交不了朋友，对吧？我去旅游啊，我都要自己带很多辣椒，各种各样的。我感觉如果我嫁到北方去的话，我已经没办法生活。我没有辣椒，我都真的我活不下去了。可以没有冷风，但不能没有辣椒。辣椒与这里的人互相塑造，相互成全。辣不仅仅是一种滋味，进而成为生命中的一部分。作为土生土长的贵州人，郑朝军对辣椒的要求近乎偏执。辣椒是我们贵州人的命，做好以后的辣椒，然后我再去选的食材，最终确定用途。辣味蹄花锅是郑朝军的得意之作，而辣椒则选用了贵州传统的料理方式。不把辣椒做好吃的话，你拿什么食材来做都没用。这就是我老家老房子那边，
这辣椒都不晓得干不得，这贵州这鬼天气。哎，你们都在呀？哎，这最宝贝的小宝贝，那你也真难吃的。没只能吃的，烧酒喝的是吧？烧酒喝的，水烧开了，你喊我来搞一手哈。好。爸爸说桌子他们可以吃几几克，用完都拿回来，让他们自己打扫卫生了，自己嘛。出生在湘厨之家，自小对做菜耳闻目睹，糍粑辣椒就是郑朝军的拿手好菜。贵州多样化的风土为辣椒提供了优越的生长条件，这让贵州辣椒从品质到香型几乎全优覆盖。郑朝军选择其中五种混合来制作糍粑辣椒。遵义辣椒兼顾颜色与辣味，灯笼椒籽肥肉厚，浓郁的香味来自饱满的辣椒籽。大方皱皮辣椒饱含果香，贵州小米辣辣度最高。花溪辣椒堪称神奇，独特的烟熏干制使其拥有了奇妙的香气。柴火的这个烟熏味在城里面利用那些电器啊、煤气啊、天然气啊，那些暂时做不出这种味道，做不出这种感觉的，对吧？辣椒在蒸汽的作用下软化回水，去除燥味及异味。接下来他们将改变身姿，彼此融合。感觉辣椒软下来就可以了，有那个软和度就可以了。持续冲打，这让五种辣椒果胶粘连，味道彼此混合。因制作过程类似糍粑而得名糍粑辣椒。常见的糍粑辣椒制作完成，但想要更好与蹄花结合，还需更近。糍粑辣椒在料油中蒸发水。要干水分嘛，不然的话它会有那个生抽味，辣椒那个生抽味，而且特别要控制好火候，本身用的是柴火，不好控制。这要熬到七八成的时候再加香料。香草味、果味、木味、烟熏味逐渐刻画在暗红色的底料中，到这一步，郑朝军的糍粑辣椒才算大功告成。这是我们乡下的菜市场哈，那个门面就是以前我老妈在卖干货的。今天早上生意好不好？啊，生意不好，今天。今天下雨哈，我说那个，我带你们去我兄弟那里看哈。啊，杀猪老厉害了，十来岁都开始杀的。就在前面，在前面。爹，哎，佳哥，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天天都见的，好久不见。我天天拿猪脚的话，开始玩一下，全部要前腿哈。啊。前提它肉多，口感好，吃起来它是 Q 弹的感觉，它里面那个筋也比后蹄的这筋肥实。不走嘛，今天？今天不走，今天在家里待一天的。好。要晚上走我家来，我们聊点天不宜，先喝一杯。好好。说就是，我先走。我把肉买回来哦。好好好，好我先走。你儿如何嘛？嘉哥炒这头辣子鸡绝对舒服嘛！哎呦，人不咋个的，炒菜的 OK 很哈 ，OK 哈。哎，菜都炒完了，还没得饿得很啊我。快了快了，不要着急哈。等了你，晓得不？不着急，好东西都是在后头慢慢上哈。过油的鸡肉与糍粑辣椒煸炒，收汁后便是一道贵州特色美食——西风辣子鸡。鸡肉嚼劲十足，多重的香辣味渗入其中，
搭配米饭，在贵州多雨的天气里，实属一绝。辛苦了啊，再来口味啊。嗯，喂，软了。但郑朝军的糍粑辣椒主要还是为蹄花而来。蹄花焯水，与糍粑辣椒反复煸炒，香味辣味渗透均匀。高汤微炖之下，辣与蹄花互相感染，相互衬合，终于来到了味道的顶点。软糯的蹄花肆意散发多种辣椒的香气，细细咀嚼，弹牙的口感中爆发出多种辣香混合的美味，口中高潮此起彼伏。我感觉它这个辣椒水是融入了花期的香，真意的辣融入在里面，香辣它有层次感，吃得非常厚。我最喜欢糍粑辣椒，这个是最贵州的辣椒，除了贵州以后应该在其他地方没有吃到过糍粑辣椒。搭配的蘸水是辣椒的另一种变化。干辣椒在炉灰的余温中逐渐焦化变脆，搓成粉状，微微焦糊的口感中竟然隐藏着令人惊讶的焦香味。贵州人形象地称其为糊辣椒。搭配极具口味争议的鱼腥草调成蘸水，爱憎分明，有欲罢不能。吃起来比较脆脆的，比较清爽。它和辣椒是那种灵魂伴侣，就是蘸脆辣椒一定要有这根。辣随着贵阳入的夜，也伴着我们又走过了一天。我们有时需要它打破口味的瓶颈，有时也需要它的百般抚慰。咋说呢，也想过开过呢服装店啊、美食店这种东西，但这种东西不能养家，养不了家。虽然说了之后有点怎么说，难以启齿吧，应该。毕竟来到新疆的孩子，哎，要花很大的精力去照顾，这一辈子的话再累，不管再累回去也要陪他玩。我觉得我能够让他们过得舒适，让娃娃有个好的条件，然后我觉得就是我这辈子的理想啊，我只要达到这一点我就知足了。人活一世，辣椒也活一生。我们在味道中变形辣椒，辣椒何尝不是在人世间变化我们？但只要我们还有心思不断折腾辣椒的滋味，日子总能过得下去。人力当代马华一条爱心早餐，爱心早餐，老年人跟小孩都是免费的。十多年了，快二十年了。你想啥皮干？我们一碗啥皮？肠胃里面的那个东西拿出来以后，那个汁儿嘛。嗯。当季的味道。但是挺好吃的耶，他们过来的。真好吃啊！走过路过，你不要说过。这是我老公，大哥就是癌，盐，盐腔的嘛，我们傣族就是癌腔。他年轻的时候，小姑娘的时候漂亮，身材也好啊，就看上你他一个嘛，就选他了。老了像猪一样胖。他个子矮不是吗？胖胖的那种，矮嘟嘟的那种，像个冬瓜猪。他也是。
3点4点就做好了，要不然忙不赢了。哦，太热了。干活啊，那些重活啊，不给他做呢，给他多休息一点。毕业出来没参加工作就过来家人帮忙。这个是牛的那个粉肠，没消化那个大肠，撇就是它那个胃里面的那个撇。撒撇是我们傣话，也可以用来做那个我们本地那个剁生，还有就是煮牛肉。慢慢的那个发展的话，然后就开始煮米线啊、米干换进去。你要什么名字？三万撒撇啊。店里面呢有三种料，猪肉、牛肉的沙撇汤。吃吗？是那个产品做的汤啊，土甜土甜的那样。清热酱。那个料吗？我们家有34种的，大家爱放什么就放什么了。一样放一点，不少要放10样。薄荷，你们是不来呀？这很香的，味道好得很。你们那边可能没地方种，种了薄荷，荷了不种，是不是？你干什么？你像2号鞋，来老爷爷，就给你15块，那个8块，23，收了吧不收？2000年前我家被火灾了，儿子也不在一个。就是烧心了，什么什么都想坏了，累，没办法。然后大姐重新搬，不想这个土地了嘛，乡上啊，对上啊，整个寨子去帮忙啊，捐给那些人嘛，真的，真的谢大家好多。大姐也是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的心意啊。就我扎舒适的时候就开始发作了，就是烧心了。让我们敲希望的钟啊，哎呦，休息本来就想休息嘛，可是会员那么多，好像对不起人家一样，能做就做吧，尽量就做，不然呢过路一直还不卖早点呢，哎，一条早点不开啊，好像大姐不卖呀，整栋那条路阴呐，然后大姐卖早点的时候就好像灯光一样亮在那里。谢谢。
进来就是了。放下丢的。好嘞。我姓袁，袁立红。大哥赵志斌，我们的店名就是老胖哥杂果，起源于我老公，他长得比较胖。大哥，主要就是萝卜饭、粉条、猪血、羊肉。小米疾病派羊菜杂果，这是绝派。小米配花椒磨成面，这上面可以放鸡蛋，可以放红糖。来劲的了，过电的了。不要了，再把六十五天这样吃，除非他不干嘛。你看你，哦，太逗了吧，好吃。要不我请你吃一个、啊？开始工作。北方嘛，就是那种青头萝卜，水萝卜水分大，它绵；青头萝卜水分小，嫩的比较慢。这个放的是茴香泡的花椒水，更入味儿。一般你们去拍那个早点也是起那么早吗？嗯。给大哥在我家睡觉了。嗯，睡觉。就师傅让他多睡会。好了没？好嘞。好嘞。今天那个出远门，早上先吃碗杂粮，那顶着吃不上。哎，这个是你的啊。你们俩中间谁对谁更好一点？你说呢？比如现在这个早餐吧，基本上都是男士先出饭，但是我们家就不是吧。其实怎么说，女的太能干了也不好。做个小鸟依人不好吗？是不是只是几个？赢肉，这都是整样的，五十斤。几个几斤？哦，几个。两个摊煎面的模，三个盖子嘛，循环了吗？经过加热的那个盖子放到上面，才能把那个拔起来。新房子说必须吃这个，这个叫发家煎饼。估计吃不到这个，我们是地理上种的。我们也是地理种的。去中国只有羊城，来到这儿咱们就相遇了。缘分啊，缘分缘分缘分。多粉条的要不要辣椒？好的。两位是一位放牛朵的，一位正常的还是倒正常？一开始我老公是在那个煤矿上班的吧，我也在酒店打工，时间长了就感觉人也大了，不能一直去外面打工吧，是吧？就想的说是怎么就干点这个，反正也想的是咱们有养的羊嘛。两个人在一块儿，特别是忙的时候，就是我们一直争吵争吵争吵，
你有跟他提过你干这些很累吗？我不提，但是其实他都知道。你每天我就直接发的，人发的。呀，他主要是生了一场病，完了就是对他的打击也比较大吧，精神上、身体上都有，都不容易，就是都不容易。因为一个女人，你说你早起，你又害怕，但是。没有办法呀，为了生活是吧？儿子还要上学，在他生病的时候，你说不可能什么都不干，所以我慢慢的就已经学会坚强了，没办法。没事儿，没事儿。和喜忧，是没事儿。难免曾经跌倒和等候，要勇敢。谁的生活不是一地鸡毛？但是感觉两个人在一块，有什么事做个商量，有什么事有个依靠。拍一个，三二，好嘞。愿是你心中灯塔的守候。